时隔两个月又再次出五皇，说实话也挺久的了。这次给了高明卡片、兽爵以及三颗四级的宝石，讲道理算是比较拉的了，没有五宝也没有四级黑。那么接着早上八点来蹲一波新秀，看看能抢到几只。首先第一只女土符正元，打完接着顺路去龙宫找找看，应该还在。第二只角木蛟柏林，接着来到了蓬莱岛。第三只还是角木蛟，最终这个整点找到了三只，那就把彩速开了，看看能不能收获兽爵。首先一个绿宝石没用，一级黑宝石还不错。接着来蹲一下美食活动的饕餮，据说这货也给兽爵。首先第一只，给了开运符盒子，一般般，一小时后刷在了花果山。第二只，只有卡片一张，算是拉了。接着就一边捉鬼一边抢怪，首先变异僵尸给了五张眼，四分钟后境外刷了夜叉。第一只出了一黄，捉鬼到了第十次，首先是大鬼，只有一朵百合，接着到了小鬼，给了件八十的武器，已经相当的 OK 了。捉完鬼后没什么活，只好开了神器转离夜明火珠，一星不换奶麦还是比较难的，差点就见了小白。下次两星的还是稳妥一点为好，给了150000储备金算是拉了。接着神器起星斗盘之约，这个搞个三星的难度还是比较舒心。好了，来看奖励，两级红玛瑙也一般，两个神器做完后也是来到了夜叉的高峰期。第二只也是一黄，这只打完后就出现了开头的五黄，然后就到了花果山。第四只一黄，五分钟后还是花果山。第五只全绿，周一的晚上还是比较无聊的，有迷宫有晨星，都没人放夜叉了，所以就开了红孩儿副本，结果又是玄灵珠，我肯定不服，接着再开个乌鸡国，你可不星珠了啊。另外都看到这的基本都是铁汁了，点个赞支持一下吧，拜托。60的金石还不错，大几十万应该有。10点过后又来蹲夜叉。第六只一黄，第七只一黄下线，